盘点中国台球界五大美女，九球天后潘晓婷独占鳌头。最公认的台球女神潘晓婷拥有精瘦五官、白皙皮肤和魔鬼般的火辣身材，加上一身高贵优雅的气质，分外吸引人。第二名，旗袍女神王中瑶，她不是职业台球选手，而是一名裁判员，曾多次执裁 CCTV 五中式台球国际大师赛全球总决赛。王中瑶有着倾国倾城的容颜和曼妙的身材，是一枚标准的东方古典美女，曾穿着一袭白色旗袍红遍全网。第三名，张舒涵，台湾女子花式撞球运动员，曾获得全国运动会冠军。她五官小巧玲珑，身材凹凸有致，身上自带一股邻家妹妹的可爱的气质，吸引了不少宅男粉丝。第四名，傅晓芳，来自河南开封，曾获得世界女子台球冠军，世界排名第一。她有着高贵冷艳的外表，霸气外露，不但实力出众，颜值身材也没得说。第五名，吕帅希，这位来自山西太原的姑娘同样是一位台球裁判，她拥有甜美的外表和火辣的身材，甚至因为穿着过于暴露而被禁赛两年，一度被粉丝称为台球赛场上的千面娇娃。那么折射几位美女，谁最美呢？